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，为国家特别是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同学们能到贵州大学学习是值得自豪的，我也代表学校感谢各位选择了贵州大学。但是呢，倒过来说，你们要感谢贵州大学选择了你们。学习和科研都要做到精致细致极致，要上心用心和尽心，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敢想敢做敢干，把每一项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，把每一项小事做好就做成了一番大事业。